年轻组，林南，半仙沟，半仙沟，死车局，林南满目，林南满目，林南新增这么多花花草草，林南湘北，我这次想做那个十字弓，上次那好强，十字弓感觉很猛，我也想做，那个要附魔之后才会比较猛，应该很好附吧，我觉得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在三秒钟前，我还在床上，我的主机还没打开。你打开了？你打开了？来打开烂看一下好了。一拳跑出来了！哎，真的吗？我可以走，我可以关机了吗？出现了。那我就这样。那我就散哦，你可以去睡了。那你来就是跟一拳讲说，一拳你欠不要他一顿餐。哎、欸、啊，一拳啊，你知道最近那个藏寿司有那个柯南的。柯南的、哦。那我要求不多啊，你帮我转到一颗就好了。哇，这个真的不多呢。哎、欸，要25盘呢、欸。你数学有问题，你要自己来，大家。回家没缺的哦。就是缺你，就你呀、啊！那、啊、我可以回去关机睡觉。可以。我应该不用请藏寿司吧？要啊！你们都私下解决，你赶快先上线。私人恩怨私下解决，赶快来哦！不是，他是叫你去吃藏寿司，帮他拿转蛋，不是叫你请他吃藏寿司。哎、欸，对，欸、對他要的是转蛋，不是藏寿司。但是他要的角色叫做基德，基德大概100颗里面出一颗，你加油！不要瞎掰好吗？那个，然后私下解决，私下解决，你赶快上线、啊！打开麦克，他是要烘焙王那个基德哦，基德哦！别瞎掰了好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抽不到的话，基德会变巴德、啊。那一只我也想笑，巴德，巴德。对，我们这一届还有一个规则，就是，因应暑假刚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要 love and peace， 所以前十分钟，为什么？我们要爱与包容嘛，对不对？包容包容。规则就是不能提他的老爸老妈，不能提性器官，不能看人家眼睛什么。我身为八府巡抚，你最多也让我提个老布吧。啊！这样我前十分钟不能做事哦。你可以逛街啊，队友放鸟各种跑，你可以逛街啊。对，你就是全场的焦点，你就是全场的焦点。打架，结果官方直接锁住这只杀人兔。啊！十分钟开始，你就想要打谁就打谁哦。要尾随你们队伍的人哦。你要记得，这是有两个新人啊，那个蛋蛋跟那个蛋，你知道怎么蛋蛋？我就尾随他们啊。估计啊，估计，你在估计，估计，不是蛋蛋，估计，乱叫，对吧？所以你们现在都自我介绍介完了，对，就等你了。你也要介绍啊，你可以先介绍。对，我们已经成功戒完了，我们戒掉了。我有机会看到估计跟酋长厮杀吗？有，可以的。哎，对耶，他们两个不同队应该很有趣，我觉得。终于有不同队啦！终于要小朋友打好朋友打架啦，真的，我今天可以去洗手啊，刚玩的时候呀。会不会分台啊？有啊，我刚听到。你先伸懒腰了，还要再听一次是不是？让我们分段。他快跑完了，快跑完了，我进来了。嗯，阿宝进来了。不能太急啊，先动滑一下。然后闪退。哇！不要，我要技术型都还没调。不要发挥炎灵之力，拜托。怕哇！连线中，加进来，进来了。一晨的队友，等一下再跟他细项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直接先分队。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音乐，我们走。在哪里？音乐，我们走。还有。哦，分开三。卢米， no.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哎，对啊，你们两个今天很可怕、啊。可怕怎样？一个怪人，一个杀人狂，然后嘞。一个杀人狂。你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你自己好好活下去哦。你要好好活下去哦。哎、
今天是单跑独斗的一天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欸、所以你等下去世界外面跑步了吗？等下尾随人，可怕、啊！等下十分钟到就直接上去打人了。对，我会先拼命坐汤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打我？你怎么打？十分钟还没到哦。”等下帮雨月做一大堆的罂粟花汤，到处跑。罂粟花雏那个雏菊吧，铃兰，铃兰汤。罂粟花是那个、啊、跑步啊，大家说不定就可以跑步啊。哦，也可以，好主意耶。好哎、欸。哦、欸，好好好，我要喝，我要喝。还是你想要那个矢车菊的也可以，你可以用跳的。那我把自己摔死了吧。好可怕、啊。哎呦！我去打兽心好了。你说摇吗？摇吗？先找灰队的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不能打人哦，不能打人哦！”一直跟在摇附近，一直看着他。对。一直盯着他看啊！一开始先做好斧头之后，就要去找人了。反正你不是要去找巧克力吗？还是灰队的？就是对啊，就是灰队的啊。刚好都是灰队的。啊对啊。去喂他喝海龟汤。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海龟汤。对，海龟汤。什么是海龟汤？海龟汤，恐怖游戏啊。那也不是恐怖游戏啊。猜谜游戏。推理算猜谜，对推理吧，推理比较算。不是玩久了好像就会发生恐怖的事情。没有，它是让人家觉得很恐怖，其实也没怎样。瞬间沉默。嗯。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哈。对。哦，我等一下找一个洞把自己埋了。嗯，记得东西甘蔗啊、皮革啊，自己收集完就赶快躲起来哈。啊，你们到底是要去啥营业？好可怕、啊！我们要让世界散发光彩。好的，我们要让世界有烟火。嗯，可以。你想听烟火声音吗？嘣之类的。好像有发现是我爆炸。身上先带一大堆那个铃兰汤，然后爆炸之后就给他们喝。自杀炸弹壳。嗯。K K。OK。开始喽！好嘞。出发。可恶，为什么前十分钟不能打人？对没？真的是。只是分屁啥？说你才有针对我啊！真的服我哎！哎呦，我们旁边那个蘑菇哎、欸，太好了吧！好啊哇！我看先挖一点木头，还是要点木头。对啊，不能打架。前十分钟不能打架。行。前十分钟不能打架。那是自己生存的部分。十分钟过后，这样不就晚上了吗？对啊，所以就是尾随一个人跟着他，好可怕、啊。然后他下地洞，我也跟着下地洞，他们不能打我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有隐形的汤吗？隐形是什么、啊？狗没有。哦，好，你们想说你隐形就直接可以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了？我上次就这样子干掉那个一拳的啊，感觉很像变态一样，就很变态啊！一拳就下去，还把那个土补起来，我还把土挖掉，他也没注意到，十分钟一刀就把他打死了。完全找不到。哎呦，哎呦，先做一只石镐，然后挖下去。像上一届怎么不会啦？我这一次绝对不会像上一届。上一届怎么、欸？你上一届干嘛？上一届就默默拿冠军了。哦。啊。哦。对啊，那这届不可能啦，两个想寻死的哎、欸。对啊，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那我就躲好躲满，挖个洞，躲得好好的。旁边有皮革、啊，你记得去拿一下哈。好，我要去拿。我们的冠军交给你了哦。哎、欸，躲在最底下，弟弟到了。你先好了吗？我们要出去玩了哦。好、啊，我们去找人。你们也太快就要出去玩了。找灰队的。哎、欸，找到了巧克力这队、欸，巧克力。巧克力，你回来！哎、欸，不要走！完全没有队友啊！巧克力，
我只有看到酋酋长而已，怎么那么快找到闪酷灵？那狗鱼是不是也在旁边啊？对啊，他在看着他，我完全跟他们走不同路。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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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，回个头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回一下头嘛。这些人好可怕啊、哦！巧克力、欸，我已经完全看不到你们嘞。哎呦，给我吸嘛！你好坏哦、啊，巧克力，我们在你旁边啊！你看、啊，你看，巧克力在这边、啊。我看到啊，要不要跟着他？要跟着他，要不跟着他？十分钟不能打架。走、啊、跟他。走，巧克力。自己他定的规矩哦，这是他定的规则哦，不能怪我们哦。神经病，三个人都跟着我。他就被挥到。旁边是泱泱哎、欸。看着他。嘿嘿，好像变态一样、哦，都在跟尾随人。帮你挖，帮你挖。绕一圈哎、欸。等下，巧克力杀了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给你了、啊欸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？我被水推到水里，可恶！啊，怎么推到水里会受伤？那水很烫是不是？你不要骗我。那水是热水，可能有岩浆吧。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看到小雨啊？没看到哎、欸，有啊，他在隔壁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、哦，巧克力比较重要。哎、欸，法师哎、欸，嗨嗨嗨，他巧克力一直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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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很快。那、嗯、其实不用跑啦，反正他等下就死了，然后我就陪他死了。我们等下就可以一起来当主播了。对啊。我今天是一起当主播、啊，巧克力自己掉下去了。哇，他掉下去了，糟了！他想跑，他想跑，他想跑，糟了，糟了，他跑掉了。我操，真的是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他要做很多的汤。那我帮忙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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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忙挖。他走掉，他走掉了。我觉得我要去找个坑把自己堵起来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人没办法，他刚好他打铃兰了吗？他就让两个想寻死人到一队，那就没办法啦、啊。真的，你不能怪人。直接挖个洞、啊，躲起来时间啊！不要走嘛，巧克力跑这么快，走走走。巧克力可以带我们去找你的队友啊！对啊，我刚目标是打寿星啊，你可以带一下路吗？啊！发现你们的企图。我刚刚是想打寿星啊，我是想跟着他看看寿星会不会有没有机会。对啊，我想问他，可是他一直跑，好难讲话哦。就是问不到啊，一直跑掉。我们只是大学生，系上有设计东西，想问问看他有没有想要资助一下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设计的。不是要握手签名吗？嗯，握手要签名，顺便给他个拥抱。来，跳在我怀里，巧克力跳来，巧克力来我怀里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来我怀里，巧克力。好可怕，这什么奇怪？哎、欸，你上次才这样讲话嘞，巧克力。你知道你很恐怖哦。我旁边恐怖啊！我有说我很正常吗？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到处都铃兰哎，这根本就是要做铃兰高校。他是这样，铃兰高校什么东西？没看过啊！算了，不是铃兰吧？没有共鸣，没共鸣。哎，铃兰吗？是铃兰吗？不是吧？来，我们赌多少？赌哈赌。赌藏寿司。好啦。哎、欸，巧克力怎么瞬移了？不是吧？我记得是英兰高校吧？有铃兰啊？真的吗？有啊。那什么母汤的东西？巧克力不要走！真的有啦。去哪？怎么都没有看到个洞可以下去呢？巧克力越跑越远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卢米巧克力又往那边跑、欸，哎，你要注意一下。真的啊？我跑进洞里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是在旁边呢、欸，对啊，一个很怕、一个很恐怖的洞里。
巧克力，你已经被怪人跟上了，已经完全看不到你们踪影了。你有本事就带到其他人队伍说，哦，回归耶！直接假装是他们的队吗？是鬼鬼，不管了。巧克力不要走，巧克力你还有三分钟，你要退，你在跑，跑不过我怀里哦。算逃得掉，还有音乐哦。哎，你怎么又说？哇塞！不是怎么？为什么后面有东西爆炸？啊，但是苦力怕。我的妈！我的天！我的队友怎么了？我好像不用躲了。我看到你们了，白痴哦。那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啊！自己埋起来也会受伤。我的天！没有，我刚刚在那边挖铁，就一直天降苦力怕。没有，今天要取代妈妈的位置了。巧克力甩不掉。嗯，来一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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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来。三个人不容易跟丢。我都还没有做出一碗汤，我想要喝汤。对，你喝汤补血就好了。对啊。